慢点啊！哎，好。若依哥，你看多美呀！墨玉，我真想去官府投案自首啊！不，我不会让你去坐牢的，你也不能去坐牢。这两天，我把以前发生的事情好好的想了又想，越想，我就越恨一个人。恨谁？徐福，我三爷。 要不是他挑唆我去找金不换报仇，我怎么会误杀你爹？要不是我杀了人，我又怎么会被官府通缉？我多想过一种平淡的生活，把你娶回家，好好的跟你生活一辈子，堂堂正正的跟你在一起。会有那么一天的，若愚哥。等官府把事情弄清楚了，会赦免你无罪的。自古杀人偿命，我杀了人，又越了狱。 官府不会赦免我的。盖好。哎，子妍妹妹，来。啊，把盖子盖好，别让蛇跑了啊。哦，盖好了。 已经快成功了，那你还悠哉悠哉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大人，大人，您别急，我不急呀、啊。要是他们把八宝五胆红研制出来，你我就得准备后事啊。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绝对不能让他研制出来。是是是，大人，您听我说，小的认为，他就真的把八宝五胆红研制出来了，咱也不必怕他。 此话怎讲？你想想看，它就真研制出来了，咱们想个办法把它从它手里拿过来，然后再交给皇上。那皇上不就得依赖您吗？好，当然是好。可是万一弄不到呢？您放心，我自有办法。此话怎讲？您想想看，它就真研制出来了，今夜跟以前的一模一样啊！一样不一样，还得看它有没有那种神奇的疗效。哎，金爷，是不是把这个八宝五胆红可以给皇上送过去？不行，这还尚需烘干，要等它烘干之后送到蔡虎营的病人那儿去做实验。如果成了的话，请皇上恩准批量生产。那等它彻底干透，需要多长时间呢？怎么着也得一天一夜吧。 那就耐心的等一天一夜吧。告诉你啊，听我的肯定没错。哼，那可不一定。不信咱们试试看。好啊。我的方法肯定行。那就试试看吧。但愿这次能够成功。走，一会儿啊，咱们按照那个上写的做，好吧？ 现在我请大家一块去吃饭吧。你们去吧，我把这点活忙完。哎呀，金爷，啊，人不吃不喝怎么行呢？有的是时间干活，去吧，去吧。那这个，哎呀，行了行了，不，这个是八宝五胆红的配料图，你一定要把它行行行行行了行了，你走吧走吧，把它交给我啊，放心。交给你了，哎。
走走，你也快点来啊。哎，哦，金爷，你们怎么来了？墨玉想见他娘，所以我们就来了。我还说这两天想过去看你们呢。放心吧，你娘已经没事了。我娘在哪儿？她已经回梅龙镇了，但她过两天就回来，到时候你就能见到她了。你就不应该出来。这不关若愚哥的事儿，是我逼他来的。好了，既然来了，正好我请客，咱们大家一起去吃饭吧。哎，对，人多了热闹，大伙儿都去啊！大伙儿都去。好，哎，你们也一块儿去吃吧。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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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儿走了，吃饭去了。走，吃饭去了，快点，走吧。哎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哎，大爷，那个图你放到箱子里了吗？嗯，放到桌子上了。哎呀，我说要放到箱子里，因为那张图真的很重要，是八宝无蛋黄的配料图。我现在去。哎，等等等，不劳您大驾，我去就行了。哎，大爷，我去吧，你们慢慢吃，我马上就回来啊。让他去吧，大家吃。来。总算找到了，八宝无蛋黄配料图，嘿，好。徐福，是我大爷。你来干什么？我是想来看看您，看看大伙儿，看看。手里拿的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哎，你八宝无蛋红，你想偷要墨是吧？哎，看你说的，我是来借几块用用。走，跟我去见金爷，一定是吴志鹏派你来的，是不是？是又怎么样？走，跟我去见金爷。你，喂，这什么？配料图，你不但想偷药墨，还想偷配料图，走，见金爷去！去你的吧！啊！来人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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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爷怎么还不回来？他这个人办事就是慢吞吞的，慢性子。我还是去一趟吧。哎，你别去了，刘旺你去吧。还是我去吧。那我也去。那咱们一起去吧。嗯，走。那夜，我敬重你是条汉子，
倘若有来世，我欠你的，我欠格格的，我一定会报答。就算我报答不完，我会让我的女儿墨玉报答。至于格格，你放心，我会让我的女儿墨玉把她当作亲娘一样看待，为她养老送终。如果我爹还活着，我想问他我该怎么做。你认识我爹对吧？嗯。那你告诉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会跟你说的，但不是现在。这是为什么？靳家和吴家的仇恨为什么要牵连这么多无辜的人？靳开文的阴魂不散，就用吴宁日吗？你不能这么说靳开文，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就不能胡说。可我不想再看见流血了。这话你应该对你外公去说。墨玉，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和若愚一块远走高飞，离开这儿，让这些仇恨都终结在上一代。我知道这样做对你很难，但是除了离开吴家，你别无选择。拿着这个。现在不要看，明天再看，好吗？有些事情日后你会明白的。我娘说，她从你身上看见了我爹的鬼魂，可我不相信这世上有鬼，我宁愿相信你就是我爹。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此刻不认我，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认我了。如果你要认我，我也不会答应你。我问你，你是靳开文吗？我会告诉你的，不是现在。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我爹他站在我面前都不敢承认他是我爹，那他就没有资格当我爹。他是没有这个资格。那我现在叫你一声爹，如果你答应了，你就是。爹。干什么呀？啊！哎，若愚哥，我觉得金爷是我亲爹，但他又不肯认我。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
做出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决定帮他。怎么帮啊？帮他制出杜鹃红，献给皇上。哼，别开玩笑了，像杜鹃红那样的宝墨，多少能工巧匠都想做，今夜都做不出来，何况是你呢？你看这是什么？杜鹃红制墨料方，从哪儿弄到的？昨天晚上金爷给我的呀。你别老金爷金爷的，该叫爹了。我是想认他，可他却不认我，说以后会跟我说的，那就以后再说吧。太好了，有了这张配方，我们一定能做出杜鹃红来。所以呀，我说呀，咱们就偷偷的做，等做好以后，咱们再告诉金爷，到时候啊，给他一个惊喜。可是，金爷让我们回庄园啊。哎，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你还要不要娶我？跟不跟我过一辈子？好了好了好了，我听你的还不行吗？好吧，咱们开始干吧。好，徐福啊，这事儿办得不错。秦不换做梦也想不到药墨能到我的手里。五爷，咱们得赶紧拿着这些药墨到皇上那儿去请功领赏啊。对啊，明天我就把这些药墨献给皇上。哎，可惜啊，这个八宝五胆红的配料图你没把它弄来，如果弄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制作。哎呀，五爷，当时那情形实在是太危险了，我就……哎，对了，五爷，您猜猜我在那儿我看到谁了？谁呀？哎，我看到徐尔烈的儿子徐若愚，还有您的外孙女墨玉呀。真的？一小子看，他们倒不像住在磨坊，好像是住在磨坊附近的一个什么地方。不行，你还得去趟磨坊。什么？您说我还去？必须去。第一，要想办法把这个八宝五胆红的配料图弄出来。第二，你再去查一查徐若愚和墨玉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五爷，可是看你事情办得不错，赏你一张银票。拿去。谢五爷。好。哎呦哎呦，赵头赵头赵头。来。嗯，这两天我发现金不换跟包义正过往甚密啊。金不换会不会和他合起来？哎，他们这种密切交往对咱们不利呀。赵恒啊，你马上去顺天府跟衙门说，让他们速来缉拿逃犯。逃犯？朝廷追缉的逃犯徐若愚。纳兰容是为百姓而死的，他的血当然不能白流。金爷，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把八宝五胆红制成。嗯，你自己要多保重。让我跟你一起回磨坊好不好？可是那爷的灵柩还没有出殡呢。我知道纳兰容的心愿，他肯定希望尽快制成八宝五胆红，来解救城南百姓的苦痛。至于纳兰容的灵柩，他可以暂时不下葬，等我们制成八宝五胆红再出殡也不迟啊。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我一个三品侍郎，哎，到御区去走访一下，居然都不行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吗？他们怕我把城南疫情汇报给皇上。不全是。那还怕什么？他还怕你带着人去。他知道我现在在研制八宝五胆红，如果你带一个病人出来给我做实验的话，一旦成功了呢？
好阴毒的和珅，他这样做，疫区的人可都会骂皇上无能啊。这也正是他最终的目的。那我们怎么办？大人外放多年，有没有信得过和值得你信任的同僚？那自然有。那就好。我想如果有人能联系他们，把和珅这么多年的罪行和罪证都收集起来，岂不是件好事？你疯了？你干嘛？想扳倒和珅？扫帚不动，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和珅也不会自己跌倒。我这儿有一条线索可以提供给大人。圆明园集锦彩墨是太上皇的用品，和珅家有一套一模一样的暗绿，这算不算愚智？哎，算了吧。就算皇上要扳倒和珅，那还得看太上皇的脸色。如果皇上是铁了心要扳倒和珅呢？那除非……哦，大不敬的话我不能说，而且圣心难测。你怎么知道皇上？大人一片忠心，应该知道圣上是要惩处贪污枉法之徒，哪怕此人位于军机之上。这是皇上的意思？这是我个人的意思，也是天下百姓的意思。是不是皇上的意思，您自己去想。另外有个准确的消息，太上皇龙体欠安，恐怕熬不过这个冬天。啊，我明白了。皇上，喜讯，大喜讯呢！皇上，八宝五胆红治出来了，治出来了。是吗？哎呀，这个金不换果然不辜负朕的苦心，这么快就把八宝五胆红治出来了。回皇上，这并非是金不换所治。不是金不换所治，那是谁所治？向皇上敬献此药末的是乌龙阁大掌柜乌之鹏。什么？是乌龙阁制出来的？正是。皇上，那乌之鹏说他苦研八载，历练三巡，仔细研究，反复揣摩，尤其是得知城南再起瘟疫，他食无甘味，夜以继日，一鼓作气，终于将八宝五胆红研制成功了。好，太好了。哎呀，这个乌之鹏可真有两下子。哎，他一共献了多少八宝五胆红呢？总共28方。嗯，好，马上把这些八宝五胆红送到菜火营去，给那些患上红斑狼毒疮的人涂抹用药。是，皇上。格格真可怜，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呢？金爷说了，肯定是你外公派人干的。这怎么可能啊？我还是不信。那你信不信，当年你外公为了保存自己，亲手毒哑了你娘？不信。这事儿你听谁说的？金爷。又是金爷。我认为金爷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果敢睿智。马屁精。才不是呢。那你说金爷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金爷身上有一种仇恨。仇恨？和谁啊？和我外公啊。金爷和我外公你争我斗，还常常输给我外公。我感觉今夜再找一个机会想弄死我外公。如果一个人处心积虑想弄死一个人，这种仇恨得多大呀？这些都是你瞎想的吧？今夜绝对不是那样的人，就算是，也是他们先对不起他的。你是说我外公对不起今夜？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的意思是，咱们搞不明白的事情就别去想了啊。公公，皇上什么时候赏赐我呀？我都等不及了。皇上是要重重赏赐你。哎，好啊。来啊，奉谕旨把乌之鹏给我绑了。走。哎，公公，公公，怎么回事？我犯了什么错？公公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敬献的药末已经送到城南菜火营了，给病人也服用过了，根本就不管用。太医已经鉴定过，根本就不是八宝五胆红。
你居然敢以假乱真，邀功请赏，你是活到头了你！别拉下去！姑姑，我说实话，那么不是我的，是金不换的，是我派人偷的。姑姑，我是……好一个吴志鹏，原来是如此奸诈的小人，分明是欺世盗名之徒。来啊，押入天牢，听候发落。皇上明察，那些妖魔跟我无关，都是金不换搞的。皇上，好，那朕就告诉你。那些八宝无胆红患者用了之后立见成效，他们的患处已经开始痊愈，可朕不相信是你做的，所以才来试探你。你果然露出了马脚，带走。走，皇上，皇上，皇上开恩的皇上，皇上，皇上。好啊，做得不错，都是父皇教导有方，孩儿才能应付自如。看着你这次的表现，朕就放心了。现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担心的就是江山社稷在你的手里能不能安定繁荣。父皇的身子骨还硬朗得很，儿臣还指望父皇扶持呢。朕的身体朕知道，皇儿多多努力，祖宗的基业你要珍惜呀。归安吧。这太医，太上皇怎么样了？还能有多久？一年？半年？三个月？哎呀，你说话别老摇头啊！何大人，我不能说呀，我只能告诉你，太上皇的年纪你也知道，这么大年纪的人，不好说。您的意思是，他随时？明白了。不知道皇上深夜召小民入宫有何旨意？太上皇快不行了，你怎么看？小民不敢说。你说吧，朕恕你无罪。小民觉得现在十分危险。怎么说？虽然说皇上已经亲政，但实权一直在太上皇手里。现在如果太上皇升天了，和珅极有可能趁机图谋不轨，所以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是说和珅他？对，和珅权倾朝野，如果他趁太上皇升天的时候夺权，就不好办了。朕也在担忧此事。他把持朝纲多年，盘根错节，朕一句话都传不出去。不过皇上也不必太担心。你有什么办法？太上皇升天，皇上要发丧，那臣子们也得发丧。如果这时候皇上发一道圣旨，让和珅为太上皇守灵，三天之内乾坤必转。不过需要一道圣旨。什么圣旨？这道圣旨可以明着从军机处发给各部各府，但其中暗藏玄机。什么玄机？这玄机就在墨上，臣正在研制千古奇墨杜鹃红，一旦告成就可以绕开和珅，查办和珅。绕开和珅，查办和珅。
太上皇升天了。啊！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啊！太上皇啊！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啊！太上皇！今夜，太上皇驾崩了。什么时候发丧？即日发丧。谁负责？目前由和珅负责。皇上口谕到。皇上口谕。臣等皆旨，内阁大学士和珅即刻到灵堂为先皇守灵，不得有误。臣遵旨。何大人，走吧。请公公稍等，本官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随后就跟公公去灵堂。那好，我等着。好。过来，拿我的手谕，立刻到刑部大牢把吴志鹏领出来。是。啊，让他立刻把金不换干掉。是，快去。哪种？快点，快，快，快了，快了，快点，快，快，跟上，跟上，快，快，快点，快跟上。你说咱们做的这个墨是不是红得太艳了，不够稳重？这书上说杜鹃红它应该是红而不艳，赤而厚重，你说咱们是不是缺点什么材料啊？金爷的配方难道也有错吗？金爷也是这样做实验的，他不也没做出来吗？哎，你说到底要加点什么才能让这个墨红而不艳，赤而厚重呢？我觉得呀，得把你的心血加入进去，这样才能达到那种效果。光加我的心血不行吧？我看呀，得把你的血也加进去，这样颜色才对。走，再试试去。是大吉了。不行啊。
哎，站住！三爷，你必须把秘方还给我，你不能再干坏事了，知道吗？你还给我！不，还给我！不不不，你还给我！我打你，信不信？啊？啊？好啊！你敢打你三爷啊？你反了你了你！我快点快！快！官兵来了，若鱼哥，快回去！啊！快回去！快快，小头，怎么回事？徐若愚在这儿呢！啊，哎，兄弟，快点，快快快，快快快！怎么办？把房子给我围起来！撤！快！哎，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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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快出来！你们围起来了！出来！跑不了了！谁敢进去？赏他五两银子！哎，大人，不行啊！那小子飞镖百发百中，谁进去谁没命啊！你，官爷，官爷，咱别着急，咱们把他围起来，等天一黑，他那飞镖就失去作用了。那时候，咱们再冲进去，瓮中捉鳖，一定能逮着他。哎，赵头，您这搞对，把他们都围在里面，等到天黑。啊，若鱼哥，他们还会进来的。他们现在不会进来，但是天黑了肯定会攻进来的。那我们怎么办？眼看就天黑了呀。出！那批让吴志鹏偷掉的八宝无胆红已经在蔡虎营的一些患者身上用过了，十分奏效。皇上明察，知道了药末是咱们做出来的，已经把吴志鹏抓起来了，又拨了8000两银子，让咱们赶制一批八宝无胆红。从此，玉光楼要名声大振了。皇上还说，等这批药末制完了以后，让包大人重新升堂，审理进家旧案。一切都该结束了，都该结束了。宇哥，我们怎么办呀？急有什么用？那你有什么办法？没什么办法，冲进来一个我杀一个，到时候我带你冲出去。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冷静点吧，这都是金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越急就越会犯错。你叫我真的很害怕。别怕，我只会对敌人这样。若鱼哥，我们会死吗？要死也是我死，我现在去跟官兵喊话，让他们放你出去，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你的。不，我不出去。若鱼哥，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沐浴，你不可以这样，你要好好的活着。你死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活着是你的人，死了是你的鬼，你就带我一起去吧。我们一块儿去那个地方，没有流血，没有争斗，没有残忍，那个地方真的很美。真的有那样的地方吗？凡是去那儿的人都有谁回来过？你决定了吗？我们一起去。官爷，天马上就黑了，大家准备火把，听我的号令。走。
若愚呀，若愚，你可别怪三爷心狠。你要是不死，那我真的……人生吧。